多次考取了扎西学位，这是历代藩臣护国利民、弘扬佛法事业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。藏传佛教只有适应祖国和人民的需要，顺应时代和文明的呼唤，才有健康发展的美好未来。今天，我们要勇敢担当起历史重担，使藏传佛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，绝不能让藏传佛教成为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和利益牺牲。我既不属于自己，也没有我自己，我将全身心奉献于爱国爱教、护国利民的宏伟事业中来。